哎，这谁在哭呀？乔治，你怎么到上边了？你怎么了？下面有个大恐龙，我好害怕呀！啊，有个大恐龙呀，你害怕？你救救我吧，姐姐！好，你别哭，我跟大恐龙沟通一下。大恐龙，大恐龙，你为什么要来这里呀？我饿了，我要吃糖。怎么了？你想吃糖呀？那你想吃哪个？我给你摘下来。我要吃奶酪棒。哦，想吃奶酪棒呀？行，帮你打开。你吃了就回去，别在这吓唬人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快回去吧，好吧。拜拜了。乔治，你下来吧，大恐龙走了。我要下去，快帮我再下去吧。我把你救下来。谢谢你，姐姐。拜拜。